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师妹。这一期我们来分享一款茉莉花样钩织的保暖渔夫帽，手感轻盈柔软，佩戴舒适。毛线呢，选用的是丝古精梳棉双股钩织，以及4.5的钩针。头围呢，适用在50至55厘米之间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。首先，左边起针，左手持线。然后呢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向内绕一圈。接着将线钩出。起针完成之后，接着锁两针。然后呢，在第一个锁针上调里山的一根线，在这里呢编织一个造型针。钩针绕线，穿过里山，将线钩出。接着钩针再次绕线，穿过里山，将线钩出。接着我们固定住左边的这根线，然后呢将线一次性钩出。接着将钩针穿过左边的这根线，将线钩出。接着绕线，将线一次性钩出。这样呢编织一个造型针，接着锁一针。然后呢，在造型针顶端的位置，以及第一个锁针上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。接着后面呢，继续重复编织，一共编织5个两针并一针。5个两针并一针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造型针。最后呢，我们在开始的位置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然后呢，我们来隐藏一下线头的部分。第一行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第二行。首先锁一针，然后呢，第一针编织一个造型针。造型针完成之后，接着锁一针。然后呢，在后面的这3个位置。
编织一个三针并一针。三针并一针完成之后，接着锁一针。然后呢，在后面的这两个位置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。接着后面呢，我们继续按照一个三针并一针，一个两针并一针的顺序重复编织，一共编织五组花样。第五组花样完成之后，接着我们在后面的这三个位置编织一个三针并一针。然后呢，编织一个造型针。最后呢，在开始的位置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二行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第三行。首先锁一针，然后呢，第一针编织一个造型针。然后呢，按顺序编织两个三针并一针。两个三针并一针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。
接着后面呢，继续按照两个三针并一针，一个两针并一针的顺序重复编织，一共编织五组花样。第五组花样完成之后，接着后面按顺序编织两个三针并一针。然后呢，编织一个造型针。最后呢，在开始的位置编织一个眼拔针。接着后面呢，我们继续按照前面的加针规律。每一行呢各增加六针，一直钩织到第五行即可。第五行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第六行。首先锁一针，然后呢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。然后呢按顺序编织29个三针并一针。
第六行编织到最后，接着编织一个造型针。最后呢，在开始的位置编织一个引拔针。接着后面呢，我们继续重复第六行的花样编织，针数呢不发生改变。一直钩织到第十一行即可。第十一行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第十二行。首先锁一针，然后呢，第一针编织一个造型针。接着后面按顺序编织五个三针并一针。五个三针并一针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。接着后面呢，继续按照五个三针并一针、一个两针并一针的顺序重复编织，一共编织五组花样。接着后面的第十三行同样是增加六针，按照六个三针并一针、一个两针并一针的顺序重复编织。第十三行完成之后，接着编织第十四行。首先锁一针，然后呢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。接着锁一针。接着，后面按顺序编织41个三针并一针。第十四行完成之后，接着将线剪断，然后呢，隐藏一下线头的部分。好了，我们这款渔夫帽呢就做好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